老婆，你还记得吗？这前面蓝城厂旁边有一餐厅，他们家那肉饼特别好吃，每天早上好多同学排队去买。哎呀，一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。想一想，一晃我们都毕业快10年了，年轻正好。我觉得现在好，年轻的时候。 总是很迷茫，也很焦急。不够谨慎，也不够淡定。年轻的好处就是年轻，仅此而已。还是老婆，你理解的深刻有维度啊。你还记得前面有一个小商店吗？我去看看，还拆没拆？顺便买2瓶水。 同学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你还记得吗？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幸福的开始。啊！那谁呀？没事吧？同学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有事儿。我是吉科3班的魏明，要真有事儿的话，我带你去趟校医室。 你放心，我会负责到底的。你怎么负责呀？我正要去考试呢，回头给我砸傻了再挂科。同学，你是济科1班的林霜吧？啊。我老听他们提起你。如果你挂科了，我陪你复习，一直到你考过为止。嗯，如果你被砸傻了。 我养你一辈子。我记得你那个时候捂着耳朵看着我，我就在想，我怎么遇见了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？也只有在那个年纪，我才有勇气靠近你，追求你。为了你。 我自己变得更好。都来了，嫂子，今年正好是我们结婚10周年，我希望大家给我们做个见证，老婆。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我很穷，没有能力给你买大钻戒。可是这些年过去了，我有能力了，我要把亏欠你的，统统给你补回来。老婆，我感谢你这10年来。 包容我的缺点，感谢你为了这个家
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这个家，默默的付出。感谢你，把我变成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10年是一个节点，也是一个起点。就像你说的一样，现在正好。 10年前的那个篮球，是你设计的吧？主意到底行不行啊？行，行，砸！来，记住我跟你说的啊！篮球是假的，爱你的心是真的。 我说他们怎么鬼鬼祟祟的，说周末有约不让我去。原来如此，这种场合你第一次见吗？好幸福的笑容，好炽烈的拥抱啊，看着都觉得让人感动。我真的好羡慕啊！假的，演出来的。你也知道是假的，你跟魏明在这秀恩爱，不就是想在我面前宣誓主权吗？ 你笑什么？你有那么重要吗？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魏明自导自演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他应该是做贼心虚，生怕我因为上次团建的事情恨他，在他竞争 VP 的关键时刻节外生枝，所以才做了这么一出戏安抚人心。当然了，也在他的同事面前 立立他好男人的人设，还有啊，要不是因为果果的抚养权，我根本就没有耐心陪他演戏。现在这种肮脏的生活，我一分钟都不想要。你不用在这拐着弯的奚落我，戴着大钻戒的是你，躺在魏明旁边秀恩爱的也是你，一分钟都不想过的生活，全是我求之不得的终点。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可是你凭什么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？你清高的让我觉得你恶心。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一点？你站住！我不要醒，我要赢。 姐，刚刚人家送来给你的，你看看是啥？谁送的？不知道，一个快递员送来的。宝贝，今天委屈你了。 现在才来附近请罪，会不会晚了点儿？
忙了一整天，现在才闲下来。不过我知道，你是最能体谅我的。我跟林霜的十周年纪念日，就是扫个过场。我真正在意的，只有你。特意给你选了件礼物，味道很适合你。什么味道？姐，你这个喷的是什么？又香又臭的呢！别喷了。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魏明自导自演的，生怕我因为上次团建的事情恨他，在他竞争 VP 的关键时刻节外生枝。